怎么样了？消息散出去了吗？都通知了哪些媒体？人都差不多到了吧？好，这场真人秀，我一定要让来的人看得热闹，过瘾。你来干嘛呀？我啊，我那严静静呢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严静静去哪儿了？她不会是出院了吧？没有啊，去哪儿了？邵医生，杜记者，不好了，严静静她要跳楼啊！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看呀！报警啊！想什么呀？哎呀，你看呀，别跳！是，别跳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快点，群楼在几楼啊？六楼。六楼，来不及了，走。不要做傻事！危险吗？哎，你们看一下吧，是不是？快点，我们下来了。让我们一起下来。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听我说，严静静，你的伤很轻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你还年轻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所以千万不要冲动，知道吗？可是你们看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我简直就是生不如死。严静静，你听我说，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。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雷总，听说严静静和谢丽现在大肆对外散布我们雨天幻觉的事情，明里暗里给我们施加压力。好啊，那就是他们不忍嘴行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严静静，严静静。我是你的医生，你是我的病人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相信我。邵医生，你不要过来，说什么都没有用的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你不要过来。快！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啊！小苏，千万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雷总，严静要跳楼，你看。杜小苏能联络到吗？一定要联络到他，咱们的人就剩他在群楼里边了。小心点，你不要冲动。先生，你走吧，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我们不会放弃你的。严静静，请你相信我们。千万，你告诉他千万千万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
著名影星严静景因遭遇车祸并陷入幻觉风波，不堪打击，试图跳楼轻生，其主治医生不顾自身安危救下严静景。与一名记者，松手啊！我不，何青，要死咱俩一起死。坚持住，坚持住。进去啊！哎呦，李凡，累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这次啊，咱们玩大了，元宇宙那急了。给我介绍师，请你转告严静静，他玩的这点把戏，我心里头一清二楚。你们也最好祈祷，今天这件事情不要牵连任何人，只要有人受伤，法庭上见。少医生，没有没有。你好，少医生，你现在上哪呢？你好，没有。少医生，吧。哎，医生，跟我说一下吧。大家让一下，跟我说一下，好吗？啊，跟我说一说吧。好吗？少医生，少医生，少医生，跟我说说。大家让一下。是呀。哎，少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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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。你没事吧，杜小苏？你挺让我刮目相看的，真的谢谢你。把你电话号码给我吧，我想听单口相声的时候给你打电话。没问题啊。